大家好，我此刻呢身处在北京大兴机场附近最近的比亚迪 4S 店当中，我就将在这里拿着台比亚迪海豹 DMI 121公里的纯电续航尊贵版车型来进行一次非常长距离的冬季续航测试。我们将从北京出发，一直开到长白山，全程大概有1200公里左右。我们将试试在这台车满油满电且中途不补能的情况下，它到底能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续航表现，并且由于要应付长白山的这种极寒考验，所以车辆也已经提前换上了冬季胎。 OK， 万事俱备，咱们艰难的考验现在开始。好，我们刚刚把车的油也加满了，车的电量是96%，虽然没有到100%，但是其实跟大家正常基本上早上出门的电量其实差不太多。此刻呢我们把里程清零，另外呢空调我们同样是老规矩，22度。我要去长白山机场，这个里程1144公里。 OK， 话不多说，咱们出发吧。兄弟们，我本来还在期待它什么时候到25%的电量，结果在29%之后再多等了1分钟，诶，电量变30%了。一看啊，原来发动机启动了。我们的设置里头确实 SLC 强制保电，咱们设在25%没毛病啊。但是你看这个图啊，很清楚，它确实发动机也在工作了。从96%出发，用到29%，也就是全段咱们应该用了有68%左右的电量了，它是行驶了80公里，其实折算过来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纯电续航达成率了。而且你们要知道，现在它的室外温度呢基本上只有5度到6度之间，算是一个比较低，但是确实没有到很低的温度啊。而且啊兄弟们，咱们趁着发动机和电动机已经同步开始工作机会来说一下，为什么纯电部分在冬季就是会比较大影响。首先，冬季如果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它实际可用的电量是不是就低呢？因为电池的活性降低了。其次，冬季咱们得开什么呢？得开暖风呀，兄弟们，电热加热的能耗是非常大，远远大于咱们夏天制冷的能耗。给大家一个数据啊，光是空调这个部分的能耗就可能会达到3000瓦左右，非常夸张。所以为什么冬季能耗大？因为电池本来就不给力了，暖风还特别费电呢，这能好吗？如今比亚迪车型这个冬季的电池续航的表现真的是比以前有了巨大的提升。我记得大概在3-4年前吧，我也在北京测过某两台纯电车的冬季续航测试，达成率基本上只有60%左右，跟如今咱们这台海豹 DMI 纯电部分90%左右的达成率比起来，确实差距还是很大的，不是吗？如今比亚迪这几年，包括像顶配版的海豹 DNI， 它是有热泵的技术等等各种技术的加持和完善，至少纯电部分的冬季续航已经比以前要踏实很多。而且啊，还得补充几个条件，就这次呢我测试的条件其实真的还是比较苛刻的啊。为了确保满油满电一口气跑到长白山，所以呢我们得走高速嘛，但走高速呢有个问题，就是平均车速吧会比较高，车的能耗消耗也会比较大。其次呢车重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我比较重之外，还有体重80来公斤的高老师，还有我们两个人的随车行李，车子重量更重，负担也会更大。第三，我开车呢是不太喜欢很大的能量回馈，也就是所谓的动能回收，我都会把它调到一个标准，也就是比较轻的动能回收，这样一来其实整车的能耗也会稍大些。还有个小补充什么呢？冬季轮胎理论上来讲它的油耗就会增加10%。当然了，我们为什么换冬季胎呢？肯定不是为了现在地表温度5-6度的环境而准备，而是因为到达了长白山之后，那里的气温得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啊，冬季行车安全第一，换水一胎真的没毛病。所以再次证明，只要我能跑出来成绩，一定对大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看看这台官方宣称满油满电最大续航1300公里的海豹 DNI， 在我的手里，在这么多的不利因素之下，它到底能做出怎么样的最终续航成绩？你发现吗？这种超长距离测试其实对于车辆的产品特点和舒适性来讲是个极佳考验。你像刚才高老师就拿这台 D-Link 车机系统里的哔哩哔哩和各种音乐软件的各种把玩一些最新的有趣视频，是吧？
午饭过后我们继续上路了啊，现在呢是中午的13:14，我们距离目的地长白山机场还有966公里。在服务区里真的是有点冷啊，因为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空调，所以上车之后我特别爱干件什么事呢，你看我们现在温度已经把平常油耗测试的22度升到24度，因为真的是有点冷。然后呢要把加热功能打开，非常的好，而且夏天呢你还可以打开通风的功能。所以怎么样，这台官方指导价不到19万的海豹 DMI 是不是配置部分也给你感觉很有信心呢？慢慢开车之余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内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知道吗？除了我可以打开这个全景天窗的遮阳帘，享受北方冬日的非常棒的阳光之外呢，你会发现哇，整个车内饰的品质感怎么会才19万都不到的车呢？这也太好了好吗？因为上面这种酒红色的真皮就是我个人最无法抗拒的风格，然后下面呢是实木，真的是实木，非常非常有手感。然后呢再往下，这种类似于 Alcantara 翻毛皮的材质，这车的轴距2.9米很大，而这个东西就非常方便两个淡男人出行。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随身的一些比如说吃的或者是包之类的物品放在这里，所以其实第二排的这个腿部空间对我来讲真的是长途出行放物品的好去处，而它中间是没有地台的，所以物品拿取便利性非常的好。我终于有点困了，一会儿换你开吧。好好好，今天都是浩哥在开，我完全没有去开过。对对，差不多400公里了。怎么样，司机小吴的表现你满意吗？非常非常满意，记得给5星好评啊。我想问你啊，就今天因为全程我在开嘛，而且你在后排体验了也有好一阵子，就是后排的感觉如何，特别是舒适感跟你在副驾驶座有什么区别？就比前面好像更软一点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座椅我真的是觉得需要吹爆它，真的。为什么？因为平常我开别的轿车我都很需要座椅按摩，但是这台车是没有按摩的嘛，它没有按摩的情况下我基本上连续开2-3个小时，我腰部的疲劳度是很轻的。就后排配置也拉得不错，比如说像后排有这个隐私玻璃，对吧，在后排感觉它的这个噪音和底盘的震动跟你在副驾驶时候差异大吗？差异不是很大，虽然说前排有双层的隔音玻璃，但我觉得坐在后面的噪音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反正我觉得噪音这个点也是挺值得吹的，因为你想我们换了雪地胎，那正常的说雪地胎的胎噪一定是比四季胎或者是夏季胎要更大一些，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全程开了这么久，基本上胎噪的感觉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高速行驶的时候风噪也基本上感受不到。对，另外你后悬架好像是5连杆结构的，理论上来讲应该也会让你车的后排感受会比较舒服一点，对吧？对，包括我们刚刚经过那种那么长的一个连续的减速带，我觉得坐起来的感觉都非常舒服。反正还有24公里才到服务区换你开嘛，对吧？对，我又困了，那我就干脆试一下它的智能驾驶啊。我跟你讲这个地方超厉害的，就它左边这个汽车旁边有个小方向盘的按钮，按一下 ICC 直接激活，而且这个时候就它的整个 L2 加等级的智能驾驶辅助和这个 D-Pilot 的所有的功能集成都全部激活，就它连车速立刻按当前的车速来保持，然后车道的保持立刻激活，然后呢我通过左边我去调我要的这个车速，你们看它能不能自动变道啊。 OK， 对，变道的时候它是有的，但是要手工来变道。 OK， 完成变道之后又回到 ICC 的功能。现在轮到我来开车了，现在才是晚上6:51，但是这里5点钟的时候天其实已经跟现在一样黑了。接下来呢我们到达沈阳之后不久就会到辽宁抚顺市，从抚顺市开始基本上整段高速就一直都是上坡的状态，而目前我们的这个纯油的续航还剩617公里，距离目的地呢还有587公里左右，这个油的这个富余量大概就有30公里了，所以到底能不能够坚持到最后呢，我觉得真的是拭目以待，真的是拭目以待。毕竟咱们现在气温呢是越来越冷了，这里是-4度，可能再往沈阳再往抚顺方向走，我估计晚上得到-6-7度，到长白山之后晚上零下10度到15度之间完全不奇怪。所以越来越冷的温度，越来越陡的坡度，对这台海豹 DMI 的冬季续航测试也会带来最终极的挑战与考验。
现在我们距离长白山机场还有143公里，然后两边已经全部都是冰雪环境，长白山的感觉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之前换了雪地胎，付出了更多的油耗，更多的噪音，其实为的就是真正遇到冰雪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性。你看前面的路，如果我们是靠着右侧来行驶的话，都很有可能会出现右侧轮胎压在冰雪上的情况。兄弟们，我们现在距离长白山机场还有73公里，然后油量的剩余是64公里。我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太大了，就是万一他没到长白山机场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油的话，我想通过他的电池组剩余38%的电，应该也能保证我们能够到达。你见过凌晨3点的长白山机场吗？我见过，因为我们终于实现目标了，全程1146.8公里，而且现在它的油量虽然已经显示是空了，但是发动机依然能正常运转。你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吗？到我们还要去真正终点的地方，加油站。到那里我们才能测算出这台海豹 DNI 全程真正的实测油耗到底是多少。第二天一早10点出头，我先拿钥匙来看看这台海豹 DNI 能否正常的启动。停了一宿啊，-20来度，我先看看车子里面的情况，解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下解锁了，-13度，哎，还不错呀，比昨晚上那可是强多了。 OK， 哇塞，一次启动成功，哇，终于到最后的总结篇章了，这一次绝对是我试车生涯以来非常难忘的一次冬季极限续航测试之旅。因为昨晚我们没有在长白山找到半夜能够营业的油站，所以今天早上我一醒来自己开着海豹 DNI 去油站加油，而且我想我应该是少数体验过海豹 DNI 从它油箱完全空到加满状态的媒体人吧。总共加了52.6升的汽油，我们总共行驶了1143.7公里，行驶部分的油耗是4.6升每百公里。你要知道我们这次车重、轮胎、车速、驾驶模式、动能回收等等每一样几乎全部都不在它最佳的能耗状态当中，它依然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我觉得真的是应该给个大大的赞。因为海豹 DNI 的出现可以说彻底的改变了以往新能源车在冬季续航表现大打折扣的现状，如今它是一个在冬日非常非常让你感觉到安心和暖心的战士。安心因为它续航很好，暖心则是因为包括它车内的各种什么隔音呀，包括舒适性的配置，包括各种暖心的一些体验都确实是很好。你要知道我全程开了，跟高老师一起啊，开了15个小时多的车，而且我们车速也有70多公里，其实并不算慢，但它整体的隔音还有座椅舒适性给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而且也正是因为它有 DMI 超缓系统，因为它有电，所以在昨晚半夜我们已经把油箱最后一滴油耗尽的时候，它依然可以通过剩下的20%几的电带我们去民宿，带我们去尝试找可能半夜还在开门的加油站。所以呢，我想说对于冬季行驶或者对于有可能会把车的续航用到极限的朋友来说，车子有电真的是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情。 OK 了，这次长白山之旅对我来讲真的是印象太深刻，而这台黑色海豹也莫名的成为了我一个特殊战友。那期待以后的冬季续航测试可以依然很顺利，但是就不要那么惊险了。